这样的话还是给 ONG 拿到了第二波男爵的一个机会。以后小五从左边想要包夹吗？立刻觉得地狱火炮效果很一般，反而是过来正面夹人的 brief 开启这个大招往后拉开。小五看到状态不好，也是选择左边 W 出来以后，刘金忠过门过来，想要动小黄小萌，直接三线壁咚，嘎啦拿这个人头。斯卡这边没有大招，不敢继续往前压 brief 的一个大招，把这些血拉拉来到很健康的嘎啦这边，想要从右翼来做一个包夹。斯卡自己知道自己躲不掉红温的一个火烤，把血量全部压低，一个大招拿到三杀，嘎啦就有五杀吗？这边再一个一技能直接跳死，夸抓了，这 CD 好的炸了一下自己，但嘎啦一定是想要拿这个五杀的，移过来一个 Q 技能空平 A 两下就带走 Penta Kill 的嘎啦。双射手存在基地跟门牙瞬间被拔掉，正面 LNG 已经开大龙了，这波是 LNG 的 B 团打的时间同样很快，龙兄过去给一个大招，交出闪现的一个嘎啦，但是在大龙坑里面，微微先把大龙拿下来，打到刮死了塔弹，塔弹那边过来压位置打输出，但是你先倒下了。尤其从大龙坑里面感觉要扛不住，指过去，但嘎啦拿到人头以后 Light 跟过来，两边的 AD 黄城 BK， 最后是 MF 倒下，小虎跟过去。收掉了这个人头以后，配合队友可以来处理紫卡，胡喜哥跟小虎来大战紫卡，一打二的一个局面。Q 三瞪到了，但伤害感觉不够，闪现过去硬 A， 但是被小虎拿下一个夸抓 kill。小航被打出团灭以后，看看小炮在后期的团战能不能。因为现在其他几个点位现在上路以及 AD 位置的差距已经比较大了啊，但这边没有选择直接去撞啊。这属于。